爸，我这个礼拜可能没办法回家了耶。对呀、啊，对啊，比较忙哦。爸爸的背是我回家经验里最深刻的记忆。每次回家的路上一定会经过的那个糖厂福利社，我记得那里冰棒的味道像父亲背的味道。他总是坚持要接我回家。后来我在台北念书，放假回家他也一定要来接我。哎，杜小兰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杜家一下。怎么啦？喂，阿爸，我明天想回家耶。不用了不用了，我买车了。我第一次开车回家，快到家前，我看到爸爸还是坚持来接我。爸，叫你不要来接我吗？我在这里等多久啦？待会再过来。我想，他是怕我忘了回家的路吧。三菱汽车全164个家，欢迎您随时回家。